现在是叫做四 D。哦，四 D 哎，不是到四 K 了吗？哪四 D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四 D 男哦，什么都不要求三高，要四 D 哦，哪四 D？ 四 D 第一个是风险低，就是失业的风险低。哦，失业的风险低。对，所以他的工作要稳定。稳定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是燃费低。燃费。对，燃费就是不会乱花钱，就是不。哦，娱乐费低，节省，物质生活欲很低。目前你中了两个，你长的风险低，然后生活燃料燃费低，哎，燃费低，我没有花什么钱。对对，然后还有呢？然后第三个是依赖低，依赖低，对，独立对女生家事的依赖。依赖女生家事的依赖度低，对，比较愿意帮忙家事，差不多都是我在做，对对对 ，OK， 就是比较愿意帮忙家事的男人。然后最后一滴呢？最后是姿态太低，姿态低，对，姿态低，你可以去日本发展耶。你在日本抢手，抢手啊！我在日本比杜丽还抢手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江湖号称的四 D 王子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